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迷之声。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由微软工作室发行，这个名叫 Moon Studios 制作的《奥利与迷失森林》的第一期，也不一定是第一期，因为纯粹只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款号称画面十分精致，然后流程比较长，难度据说相当高的一款游戏啊。而且大家也知道迷之声这个电脑啊，风扇声音比较响，所以呢我们试玩一下，如果顺利的话呢，以后即使做也是把这个录音关掉，不做实况，而是做后期补上解说的这样一种形式。好的，总而言之，我们这个游戏是有中文的，我们选中文哈，还有日语啊，德语也有。OK， 好，我们选中文啊，但应该是我们看一下，WSA 一灵魂链接，精灵之火猛击。OK， 没问题。还有 Shift 和 Tab。好，我们开始游戏。这个游戏好评如潮啊，但是据说比较难，也有人说。这是游戏中的语言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语言。那么这个奥利就是这个小树叶了，和我们一开始载入画面的时候看到的那个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个大胖子，有点，大家看他这个脑袋，能不能看正面？不能看正面，好慢，跳得好低，能不能啊？不能跳崖自杀啊！他这个脑袋有点像塔西利亚里面那个小布偶啊，叫多罗好吧，是吧？燕子巢，这个画面确实是好。我们你这么走着没问题吗？能不能把它震断点？不能啊。小树叶，我来了。哎，那么一开始说那两句话的应该是那棵老树吧，感觉是个非常你叫哪鲁哪鲁好的纳鲁和奥里 OK。 于是这个其实不用中文也没关系，因为它原文不是英语。好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奥里。现在我们操作奥里吗？好，是的，跳得挺高。 OK， 这边有好多好吃的，我们现在按其他的都还没有用，按 Tab 按 Shift 什么也都不行，可能也是需要之后获得能力才行。你为什么这么闪？是不是我调过这个啊？我好像调过一点点亮度，确实很亮。哎，纳鲁，我来了。皮肤汗术，吃橘子啊，这个很讲环保啊，你每棵树只吃一个果子，很好。可以，能晃吗？不能晃，算了。明明有个秋千却不能晃，把它扔过去。多么美丽的，哇，这边的这么多果子，什么？对啊，你自己也要过去啊。OK， 好开心，桥搭好了。
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了呢？时间正是深夜，突然传来了雷声。我拿着这个去看，哎，你还吃吗？我偏不往那边走怎么办？这边没有路。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果子丢出去。你这个跑出去看一看，也要拿着果子是不是？那一夜他见到了什么呢？还是要回家？要回去了吗？哦，远方的老树发出了光芒。这个光看上去有一点啊，刚刚这些草也都是枯的吗？应该是。莫非这是一个绑架的故事？看来是真的啊，因为失去了这一片有灵性的叶子，于是整个世界的森林全都破败了。毒物，最后一片吃的，再也没有好吃的果子了。我身上的脂肪还能撑一会儿，你不用给我吃。奥利说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。看见了一个大概会可以摘下来的果子。胖子，我送吃的给你来了。奥利望去，满眼都是。这没告诉我们究竟过了多久，只告诉我们时光流逝啊。OK， 你这个两条腿是什么东西？你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的小叶子给拐走？我送吃的来了。什么？他不是恶，他这是心恶呀。什么？他不动了。爸爸，胖爸爸，胖爸爸，你怎么了？胖爸爸不动了。你不是往那儿跳吗？好，是往这边走。胖子，我不会忘记你的，你在我的心中永远有很重的分量。OK， 我们终于
终于要开始了嘛。这个片头也是比较长啊，我们连跳都不能跳。太弱了。这时我们还需要一个契机。一个让我们重新鼓舞起来的契机。这明明是一片叶子，为什么变成了这种又像兔又像猫的生物呢？爬起来呀，少年！来吧，来吧，降临吧，剧情。然后就要灵魂链接了嘛，来吧来吧。什么？开花了。请欣赏2015年度大片《回家之路》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这死了和没死一样，死了之后我反而变成这个跑得更快的这个灵体了。然后我们所过之处啊，这个花花草草啊都可以开出来。按住空格可以跳得高一点。好，沉默灵地，哇，我掉下来了，没事吧？好，获得了一个精灵之光容器啊，啊，可以升级的。这边没有路了，按住啊，下跳 ，OK。啊，这个不能碰。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方法。哦，按住下键跳的话是后跳，我们会淹死吗？感觉会，因为之后总归会死，所以就不先试一下。OK。好，我们现在下面的 HP 啊有这三点这么长。哎，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什么都不是，害我伤了一个血。哦，存盘还需要那个，按住一键，叮，啊，即时存盘。这个蘑菇能踩吗？不能。出事儿，出大事儿。什么啊？好的，看来我们之前跳的时候呢，是的，还要这样一下。 OK， 填满之后就可以升级了啊。用左手来操作迷之山还是不是很习惯，改天用手柄试试看吧。还要用鼠标才能拿起这个光。叫塞安，他是谁？你这个塞安挺厉害。好，经验点在这里。OK， 升级了。建立啊，升级的时候还会全体啊。好，我们要先存盘，然后在存盘点周围啊，
在存盘点周围进入能力之树，重新点燃，重新使用灵魂连接啊，这个磁铁，我们选攻击的哈。洞穴旁的林地，好，开启了星际图啊，果然是一个很宏大的游戏啊。找到精灵之树，是的，我们现在可以攻击三次了。好，精灵之树在这里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我一直以为原来你这个是可以打掉的，你这是经验包啊。 OK，好像之前没有注意这个存盘点怎么样啊？怎么样才算存盘点？不知道要收集多少才能够存盘。我们总之现在没有问题，就先不存了。上了一个血，我们现在总共三个血，主要是这些怪哎也出现了会攻击我们的怪，哎。还没打完出大赛了啊，但我们已经回了一个血，这是回血点了。 OK， 好，回血存盘点啊，果然是一个梅特罗德式的这个游戏啊。我们现在没有获得两段跳等等功能，没有办法。哎，这个看起来不太能够观察到敌方什么时候在攻击啊，这个有点难了。哎，啊，这是刺儿，这是刺儿。OK， 每次升级啊都可以那个，但我们暂时没有必要。我们待会儿可以看一看技能树后面啊，看来这个敌方啊还是带一点攻击的。我们下面这个应该只是回来的路，没有什么东西吧。好，按 shift 可以抓住，好，可以推拉，好，不错嘛。好，我们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东西。获得了一个气石啊，钥匙。 OK，好的，我们继续。好，看来这边没有路，往下掉吧。这边看来是需要两个了啊，也算是教程之一吧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往上跳的啊，不，这是加血。 OK，进去。我们现在在哪里了啊？不远了啊。这个他们这个攻击啊还是蛮难观察的，我们因为也不是近距离，所以问题倒也不大。这又是什么东西？我们现在还打不开的门，障碍物。好，好，获得了 HP 上限增加，这边需要两段跳或其他能力才行。好，我们可以升级了是吧？升个级吧。增强力量啊，增强半径，一次伤两个。这边是攻击力的啊，这边呢磁石啊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辅助类的啊，收集和辅助类的
最后才有感知。这个是回复类之类的。好，水下还要升级啊，三段跳也是在这里啊，看来还很难选择呢。我们平衡一点好了，一开始应该增加攻击力吧，啊，不管了，细节，这些都是细节。精灵洞穴啊，还很远呢。好，我们先去升个级，不是，先来跑个图，开个图，对吧？我们下边这边都没有见过。看我隔山打牛。好，哦，这里又出现了什么？一个星图，地图石。OK。啊，我们没有获得啊，就在这里啊。这边说到底还是教程洞啊。好，啊不，这个是钥匙，不是这个地图石。迷之刃现在是用30帧来录的，估计，但不知道效果如何。如果不好的话呢，最后可能需要用60帧来录，那样的话就更吃不消了。这个怪有近身攻击的，有点难呀。哦，我们按上下左右应该，哎，上下左右不是说可以看四周吗？结果上下左右好像和 WSAD 一样，这边有个刺儿。啊，看来呢，求生的法则就是我们好像离这个要走的地方越来越远。不管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走到那边嘛。哎，说好的隔山打牛呢？哎，我刚刚做了一个什么动作？没有什么蓄力攻击的，不管，反正我们 HP 还多，不用担心。哎，刚说着还多啊，就不多了。小心刺儿，这个刺儿，哎，这不是我刚来的地方吗？哎，不是吗？啊，这个地图挺大的呀。哎，我们结果直接找到了这棵精灵树了。敌人是谁？Phil， 怎么 Phil 你名字没有翻译呀？给我两段跳吧。学会了飞檐走壁啊，登墙跳，爬墙。OK， 这个呢？啊，还有滑翔是吧？我们现在还没有滑翔功能。动作倒是非常的流畅。那个地图石呢，目前还没有办法获得。哎，看来是这个剧情完毕了之后啊，我们也这个怪物啊也刷新了。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用它了，但还是用一下。好，这个是加血的 ，OK。嘿嘿，稍稍移动，敌方就打不到我们喽。好，原路返回。这边有刺儿。哇，喂！好，哎。这边太滑了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还要蹬回来，这个意思。
哎，没问题啊，刚刚为什么跳不上来呢？喂，不要不按套路出牌。怪啊，我要没血了。不过我们回血量多。回血量多。我们什么牌？是的，又可以升级了。我们加攻击力吧。攻击力。我们灵魂链接还没有出现呢。啊不，这就是灵魂链接，对，按一键就是灵魂链接。就是存盘点。我们地图先走这边。哦，好多好多的刺儿。OK， 不怕。移动刺儿终于出现了。哎，一不小心开出了输入法。OK， 没问题。啊、怎么会按到 Control 的呢？没道理。哎，为什么我在存档点 HP 却没有增加？难道这是一个存盘不加 HP 的游戏吗 ？OK， 继续向前，这次应该正好吧？好的，安全。是的，这边有刺儿。地图石啊不。这是什么？这里又是什么？好，快到了吧？还有很远的路吗？哦，下面就是地图石了。不，前面就是地图石了。好，我们去找一下地图石吧，在下面对吧？看来这个敌方地图石是在这里，对。我们现在地图上还没有标记啊，这个要升级之后才能获得的能力。是在下面。啊，看来这个刷升级也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啊。地图石。哦，出现了。没有到过的地方呢，是用灰色来表达。看来地方还很远啊。有点卡了。好，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录制档，搞不好是因为这个硬盘空间有点问题了。哎，这边出现了大门。OK， 这边确实也走完了。我们这边上面应该是没有办法到达吧。是的，往上走的路啊，并不是靠翻墙就可以过去的，攀墙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往左边走。这边不能往下，上面好像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打。哎，看我闪转腾挪。看来是不能啊。 What， 又获得了一片钥匙。好好好好，两片钥匙，两片钥匙，我快没命了。哎，你不应该是给我加那个的吗？ OK，右边为什么会有一个？你这是什么情啊？隐藏地图吗？只有收集能量核心才行啊！啊，这个是隐藏地图。但是，哎，我这是要存盘用的耶。加了点 HP 倒是，哎。啊，我们现在意思是我们要等
等我们有四个之后才能打开这里，现在再怎么收集也是收集不到的。能不能在地图上做个标记啊？不能吗？那多困难呀。我们现在还没有必要存盘。哎，这边先等右边这个下一个子弹出来。哎 ，no， 我们在哪里啊？有点远吧？进度全都消失了吗？看来存盘还是很必要的呀。这个进度消失的有点远呀。等一下，也就是我们之前连那个，这个有点远了，迷之人先自己去打回来。是的，我们重新在这个伤心之地啊存好盘。OK， 哦，这边需要登。我要撕了啊。这个存盘点呢其实纯粹只是和时间有关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等一等就可以重新存盘了，但是这个东西好烦。我们干脆这个烧一点血不管它了。上面呢，上面这条路估计是没法走，左边这边有刺儿，所以我们往右跳。OK， 好，这边还有另一块地图碎片，啊不，钥匙碎片，已经四块了，没问题吧？我怎么感觉你们这个……哎，你也不能喷啊！OK， 打开门，快到了吧？存个盘吧，少年。耶！好，来到了精灵之树吗？我误入歧途了，明明是风暴把我吹走的。老大爷，你不要瞎说。要不是你没有好好保护住我，我又怎么会被风给吹走了呢？好，开始剧情了。是啊，他被一个大胖子拐走了，成天吃香喝辣。就因为少了你这一片叶子，你谁？好大，笑！你作为一只鸟类，应该和这个植物啊、森林啊、树木啊和谐共处的，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？关爱猫头鹰协会对此游戏提出严正抗议。黑子，这是个黑子。塞安现在已经回到我们身边了。OK。好宏大的世界呀！水之元素，风之元素。
暖是元素。树顶的蜘蛛队动。No， 有蜘蛛。好，存个盘。那么《奥利与迷失森林》，《奥利与迷失森林》这款游戏，我们的试玩就先到这里。啊，这个地图虽大，说大，但是要记住之前存有哪些需要两段跳的这些地方就太难了。嗯，看上去不稳定，会掉下去的。然后告诉我前面没有路。啊，看来是要学两段跳了。啊，什么？你又刷出来了？什么？那边又有一个怪刷出来了，啊！谢谢啊！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怪血挺多的？那么，《奥利与迷失森林》的第一期试玩就先做到这里，我们。我们会不会有下一期呢？再说吧。你是谁？也没办法打开。哎呀，要获得的道具太多了呀。这个地图挺小的，我们先把它逛一遍吧。不让逛呀。全都是一些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该如何打开的门。大的。意思是我升级了啦。OK， 升个级，保个存。好，存盘就能加血，这个技能倒是不错。我们现在只能选一个前置啊。好，本盘结束。那么《奥利与迷失森林》的第一批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收看。我们会不会有之后？再说了，拜拜。哎，这边这个统计画面啊，40分钟完成 9%， 死了6次啊。啊，有这么多东西。技能精灵之火，飞檐走壁，这个头顶爆炸，翻滚跳跃，蹬地狂跳，变成超级赛亚人，可以滑翔，直接竖直走路。我的星球需要我。 Swatch 全球活动。全球活动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呀。啊，就是完成。